各位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比较新，是2004年日本的这个棋圣战，当然它实际上的开始时间是从2003年移过来的了。嗯，它的、这个、历时一年之久啊。历时一年之久的这个七番胜负他们叫。不过华老师，我觉得像日本棋圣赛、我想呢大家都是特别关注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比赛、而且我想应该因为它的奖金特别高，所以也吸引了很多人注意的目光吧。日本的比赛它有这么一个、就是说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判断方法。判断哪个比赛大，那就是看它的奖金多还是少。这么日本棋圣战呢，它是奖金是属于最高的，还有3000多万日元啊、冠军奖金是最高。所以呢他们呢就非常重视。是第二位呢是名人战，第三位呢是本因坊战了。这叫三大棋战，而且你要是连续获得这个几届以后、就可以获得这个名誉。比如说名誉棋圣、名誉本因坊，一般来说是5届了。那么这期的名人这个棋圣战呢是非常这个它的这个经过的这个轨迹吧，是属于非常有戏剧性。先呢是羽根直树的3连胜啊，后来呢这个山下敬武呢他就连扳3局，结果大家又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以1局来决胜负。不同起跑线，纠正你一下。为什么呢？不都是3比3吗？3比3的时候，这个后赢三盘的这个人气势不一样了。气势不一样是肯定是人家的优势。本来人家多赢一盘、他就等着签字了。结果他3盘一赢有机会了。对。这个有一种就是说逃脱危机的这么一种快感。对不对？使得他容易发挥出好的水平来。不过我觉得番棋大战当中啊、经常出现这种什么3连胜啊、4连败啊。这种连胜连败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来说大家认为呢，下到3连胜的人呢总是胜算太大太大了。是对不对？那么历史上呢，第一个日本围棋史上第一个他们称为的就是大逆转、就是先3连胜结果呢被连扳4局的是谁？是林海峰，先连输3局，他的对手是石田芳夫。那真了不起。林海峰是不是当时年纪很轻的时候，当时他很年轻的时候的这个事儿，当时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番棋的3连败呢，在别的棋战中间还6连败，就是加起来9连败。那这有点受刺激。加起来9连败的时候，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是日本棋战史上第一次。那么这一次呢，应当说是呢，羽根呢，先3连胜。后来3连败，他眼看着他要成为那个什么了，棋圣的时候，眼看着他要成为像石田芳夫这样的了，嗯，要被这个山下敬武所扳回了。那么这盘棋我们来看，到底是，对不对？是有没有顶住压力？对，是山下敬武呢4连胜呢，还是羽根直树逆转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两位选手呢，应该说。都是日本棋界年轻的代表人物。然后白棋走这个，黑棋他一高挂，高挂，白棋呢对此置之不理，也在右上角高挂，他也高挂，是，然后呢黑棋拖。这个我们在很多场合下讲过，这种拖啊，是日本的围棋界他特别重视，就是双方这个你拖和我拖，这个实力上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这个3-3拖是日本围棋界都非常喜欢。那么当他拖完以后呢，白棋并没有就学习黑棋，你拖我一下，我也拖你的脚。他呢是在这守了一个高位的无忧角。你要再拖这个的话呢，他有可能不理，他有可能就挂这个角了，挂在那边。好，然后呢现在羽根直树防止白棋拖到3-3，实力主义的这个倾向已经显露出来了，非常明显。是，当然了，这一盘棋对他来说也太重要了。接上，对双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13，他就从这边扳。就是那个本来按定式来说的话，白棋应该拆3的。
暂时他没拆，他问你这个地方他走不走？对，他走。羽根直树说无所谓，一样，我该补哪儿就补在哪儿。是，然后呢，白棋觉得先手把这处理一下，他觉得也挺便宜，回过头去又把上面的定式完成了。那么接下来呢，华老师，像这种定式啊，觉得好像一般，你不走，我走这个能对你要有一些攻击啊什么的，也挺多见的吧？现在走这个可不太好，被他尖出来。哦，那这有点死背定式的感觉了哈。那我走这个。定式是定式，就是说用的场合不太好。哦。因为那边是你的子，就是这个单关角要是黑棋，那黑棋就可以这样下了。哎、这个属于呢就叫有背景。嗯。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你被人家压出来。到底是谁攻谁？现在成了未知数了，哎这个、而且恐怕白棋攻黑棋的可能性更大。基本上来说，起码白棋没有任何恐惧的地方，对对吧？所以有时候大家学这个定式啊，确实是，就是说你不能说因为我知道这个定式，我就要去这么下，一定要跟周围的情况要配合。但是绝对不能下，并不是如此。所以我们思想不要僵化。对，那么实战呢？黑棋选择是这个，这个是不是也是其实这种？算是定式的一种吧，是这个下法也很正常的。先把你压扁嘛，对，因为你要是不走的话，他可以这样飞或大飞或者小飞或者甚至直接压上来都有可能。哎，都是这个三种都是可以考虑的下法，而且我觉得可能一飞起来跟这边都有配合了。嗯，所以呢现在黑棋的目的呢也是想把白棋压扁吧。嗯，你要再不走的话、这个、那就这手了，他就再尖就厉害了，所以他先确保眼位。白棋走这个，不能让黑棋靠，不能让白棋靠出去，所以黑棋要挡住。现在这一片地方显得大了，是，所以它挂进来。挂进来这个地方不，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很难掌握的地方。对呀、啊，经常我们说要从宽的一面来挂嘛。如果单从这个理论上来说，理论按照遵循着这个教条的话，嗯、那么毫无疑问是这边宽了。就是啊。对不对？就是。我想呢，这个黑棋呢，就只要走这个，就非常满意了。嗯，他也很好，这个转、这个局面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因为白棋好像这地方人家黑棋拆的位置比较低。嗯。黑棋希望白棋往那边走子。嗯。所以现在从这边挂，是一个正常的分寸。嗯。那么华老师，我想呢，对于接下来就是、当白棋挂了以后啊，很多人会想到，哎，能不能在这儿？这个一尖低加呀，或者是在这儿尖顶啊、我觉得会不会想的比较多呢？这个再加的话呢、有一点重复的嫌疑。人家在双飞燕，人家再走这些双飞燕之类的时候呢，你这个形状啊就是不太不好走了。比如说把这盖住，哎，那我就搬，那我断，哪怕走成一个基本的定式吧，我把这吃了。哎，这个形状这里只是拆二，嫌小哦，没有充分的发挥这个。后世的作用哈，这个地方就是这种空啊，如果没有就是规模宏大的啊背景，没有背景，那并不怎么样。那显然说这种情况下这手棋呢是不合适的。通常这个呢，通常这个尖顶很常见。然后我再走这个，现在这个场合肯定走这个，我是跳起来还是飞一个呢？跳起来飞一个，总是想搬粘啊。照正常的话，我想按照现在这个下法是挺绝的。像现在走的时候，直接点到这儿。哎，如果挡住，挡住的时候再搬粘你，走这个。哎，比如再飞起来。再飞，就是他就很可能，比如说这样还要攻你。哦，比较积极的下法这是。这个也是一种正常的下法，但是他可能觉得呢，被他简单的活在这里啊。不是太理想，是，哎，所以最后他没有下，但他的下法呢挺绝。这个棋啊，就是现代的这个棋理啊，其实都在发展，是，而且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觉得跟以前特别不一样。有一种棋理啊，教导我们，就是说你想攻的棋，不要去靠压它。那现在就是说，我想攻这颗棋，对了，我不要去靠压它，就是不能够去靠压，紧紧的挨着它。哎，你像这个尖顶是收它的根了，不在棋列了，就是所以像这种棋呢，就是可以说是比较少见的。从理论上讲呢，它是不太合适的，可是实战恰恰的是，这个
羽根直树啊，他就违反了一般的这个七理，人家就靠上去了。哎，那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我想他如果是你走这个的话，他总是要挡住，虎下来，那我就打吃一个。他就接住，就他先把这个脚啊守住了再说。哦，然后白棋还没活。哎，你还没活。这颗子呢，好像还在攻击着白棋。但是以我看呢，我现在直到我现在讲棋的时候，我确实还有这个疑问。我就这样下。哎，我觉得我下白棋啊。啊。我如果去走在这个街，我认为是中。那我就跳一个。被他跳起来，这边他想撑空，这头那我还没有获得根据地。是啊。他还行，但是呢，我有一点呢，我就觉得呢，咱们像个这个北京这个矫情的孩子似的，我就这样。哎，我你怎么着吧？你怎么办？我偏要这样。对了。假设有一个棋友，我跟我一起切磋，人家说我就走这个，你又怎么了？我想来想去，我没有想出，还真不知道有什么好招。没错，我觉得这个棋，那我把您断了呗。断了的话嘛，你就尝呀。那然后我把这颗豹吃掉。那就拐打。哎，接上。再拐一个头。拐一个就扳住算了。扳住就扳住，我就点你一下。接上。我看就走这个嘛。哦，就地生根。哎。就等于跟本来一个拆二的形状一样嘛，这个棋也很厚、啊。倒是活干净了。活干净了，你这头能让你走啊，也没什么。对。所以我看这个充分是可以这样的。就是我就这样，其实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哈。对。这是我的想法。但是呢，我想黑棋呢就肯定想，你要那样的，我那样的话呢，我心情上我是很满意的。那白棋呢又觉得。让黑棋心情满意了，说不定他也觉得不舒服。总是不舒服，他想求求变化。是，于是尤其是他现在争子有利的情况下。哎，徐英，咱们解释一下争子，什么叫争子？就是我想从这打吃的话，万一下打长接上就接牢。那华老师，这颗子要争掉，白棋肯定满意了。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争子。嗯，通常说的争子有利啊，挖出来下打，通常就会遭到这样的这个，人家的手段。那么他现在看起来显然不能下打，上打挡住，然后呢他是先断了一个，断的这个，因为现在是这样，你如果打这个我接上，您得虎或者不管走什么，我已经不说了，都走不好了，就是属手的典型，等于是什么意思啊？这样哦，你本来是没有这个断点，你非要冲，把自己的断点显现出来，对不对？确实有一点。这个是超级熟手，无缘无故的去把它冲冲紧是没有道理的。对，所以呢，这边打吃应该来说是一个废案，根本不能考虑。现在断这个，对，断这个要双脚吃，这个可不能接吧？这个接有一点，它就立下来。那我再立这个。就是说这个眼位什么有点不一样，他再跳出去，他再跟你顽强，两边跟你搞。这样黑棋呢可能也没有成算。也不能说绝对不可以下，但是就是说呢，黑棋呢打在这里呢，它是一个稳健的态度。那他如果打到这儿的话，我在想，白棋要想转换，是不是可以这样走啊？双脚吃。就是黑棋的潜台词，他表示呢，他说我同意你这样。哎，我同意你这样。哎、签字了。哎，护棋一指呢，我觉得还不坏，特别是这个子走在这里呢，他觉得还挺好的，就这么跟你下去算了，对不对？他就是这么一个态度。咱们经常说围棋是手谈嘛，对，就是手，双手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手呢，谈话达成了这么一个效果。通过不是通过语言，是一种无声的一种交流方式。通过棋子，我们现在他打在这儿。那么羽根直树呢，一看你说这个满意，他大概也觉得不满意了，他尝出去，然后呢他再走这个，他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这不是很明显的一个东西吗？那么我想呢，可能大家也会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留给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当大家看在这个小本上应该是有，是，那么就是说当我走这个的时候，这样黑棋得跑。我如果压，那么一手棋呢，我要这样争子。哎，一手棋呢要把这两颗子给争掉。一手呢要这样争，那么黑棋有没有好的办法呢？那么白棋可不可以这样下呢？
这也可以当做一道题。哎，现在我们来重点研究一下，这个题目蛮有趣的啊。黄老师，如果要是一点没有想法的话，就这样吃，然后和它交换了，这个肯定是白棋比较便宜啊。我觉得还行，起码是。也不算特别便宜的话呢，起码是还行吧。还行。毕竟是在这个地方吃住你两个子了，虽然我也是丢了俩。嗯。起码还说得过去了。对。但是呢，现在黑棋啊，有让白棋根本不行的招。嗯。是吧？我们来看。那你一定要防，两边都得防。嗯。就得防这个。那就必须要这样撑住。是。嗯。然后呢，他打这个。啊，打吃。长。跑。嗯。打吃。对。这个黑棋还得长啊，嗯，那人家白棋往这一走，好像又看不清楚了。嗯，实际上呢，我们如果是摆得清楚一点呢，单拐这个当然也是可以的。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摆成这样。哦，那这个只能拐。哎，然后呢？这样再打，这个三个字，这个必须得要啊。再走这个是吗？嗯，这个时候再拐。那么这个图呢就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图了。是，大家看到啊，嗯，如果你要是走这个的话，人家这么一打吃，嗯，再摆几步吧。好，嗯，如果再往下拐的话，我就再打吃。嗯，注意啊，争子不能用这样争啊。那被人家一拐完带提示叫着响了，哎，跑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往这儿走。如果他还强烈要求主动，那是一样的，打吃。走这个，再一打吃。再打紧。我想学过征子的朋友一定会这个，大家看到了，把它争去的，终于变成了一个征子。那么就是说这个棋呢，再注意再强调一下啊，嗯，就是你这样的形状，你得学会这样打，一、二、三，这样打的时候又从这儿拍出去，是。你这个提人家的这个子啊，你要讲究这个速度。嗯。然后这一头呢，这个争子是更明显了。是啊，哎，我觉得确实挺难的，这个题，这个，怎么能两边都补上呢？好像是把这个题目呢，是把各位难住了。挺难的。所以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个讲题呢，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一招，这个一招呢有术语的，叫做一子解双争。哎，这个在中国古代的那个棋谱当中啊是出现过的，嗯，就是妙手一子解双争，就是用了一手棋把两边的争子都解掉了。这个双争啊，嗯，它不是本身是一个术语，是两个争子这个含义，一子解双争。对，一个子解一手棋，解掉了两边的争子。哎，好像这个是古代那个什么过去古代的棋代招顾诗言和日本这个国的，嗯嗯，日本国的王子对局的时候出现的，就是一子解双争，特别有名的棋形。那么现在这个场合呢，这个正好这个一子解双争它的棋形在什么地方呢？大伙儿看一下啊，这个地方好像跟哪边都不沾边哈，但是它确实起到了特别好的作用。嗯，如果再打吃的话，哎，我们来看这么解双争了，嗯，那么你两边的争子显然就都被解了了。对对对，哎，那么你我们来看是否真的解掉了。对，这个，嗯，假如说就这么提掉也不往下走了，嗯，打吃，嗯，接上，嗯，如果再打吃，跑，这一看显然解掉了，明白了。对不对？那再看这边呢，好，这头呢先给它放成这样子，这样，嗯，这头要争，人家一跑，他再冲，本来按照争子应该这么打的。对，你现在再一打怎么办？人家一跑还反叫吃了。你显然现在再给你放一手我都可以不理了。这一头的争子是解得很厉害了。对，所以这盘棋呢，我觉得这手棋是非常值得大家这个回味的一步，一子解双争。哎，但是呢，这个解双争呢，根本就没有出现。哎，这是我们摆出来的。这个就是利用他们的这个图，我们给大家摆一摆，延伸了一下。应当说，雨耕也好，山下也好，对这个变化他是懂的。对，只不过懂而没有出现在棋盘上，如此而已，是不是？对。那么他现在长的时候，正因为有一子解双争，所以他才可以长在这儿。他现在长是啊，黑棋长这个，黑的长在这里。对，然后白棋这样拐下来。嗯，
这个地方你还顽强的在跟着硬，下法都两样，那就不一样，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就吃住了。对，他走这个。嗯，那么可能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一下子形成了一个转换，实际上，嗯，走这个，等于白棋这三子弃掉，把子儿转到那头去了。我的看法呢是黑棋啊，黑棋实际上是很想在下边成控，那他的目的不是达到了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白棋的选择可能不怎么样，扣分了。嗯，而且这个地方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利用，顶多也就是上面这种什么、没什么大用处，这个打吃打了也没用，那么他紧紧的把这个拦住，他可能看看这边是先手，那还不如扩张那块棋呢。嗯，含有种种的味道，这种棋如果黑棋去往这种地方栽进去，那就有勇无谋了。是是是，这地方本身也不是特别大的地儿，这就到了我们经常说的，就是不能恨控。嗯，看人家围控着急，这可不行。嗯，这个尤其是日本的这个职业棋手、这种地方呢是他们的，这种地方他的这个基本功啊可以说根深蒂固，特别扎实。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嗯，就是凡是有毛病的地方，你要追着我出我毛病，这样的地方您能怎么着，我有一点弱点的，他总是只要稍微一得空自己先补上。对，那不言外之意是什么？我补还不行吗？嗯，对不对？而且我只要补的这手棋本身有价值，他就怀着一种信念，在日语中间这叫这有一手棋的价值即可。嗯，对，他有一手棋的价值，他棋下的是地儿就行了。他别的事情他不着急，而且我觉得这手棋一补啊，其实断了很多白棋其他利用的这种念头。嗯，另外呢，如果白棋不走的话，黑棋要再打入进去，嗯，那和刚才说的那个恨控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打入当然是更厉害，就算不打入，徐英我们看看啊，我就算跳一个，朝天跳一个。嗯，你这回该补了吧？哦，那我这儿好像对不对？大了很多，对不对？我就放在这儿。嗯，空已经胖起来一大块。对，非常流畅，围起一块空来。所以，白的呢？这是不是又是我们经常说的敌之要点，我之要点？嗯，进入到这个时候啊，下边的作战呢，黑棋的这个空啊已经形成了。是。然后这一块空呢打进来的胃口啊也没有。对，我觉得如果要是黑棋啊特别着急打入进去啊，很容易把自己啊就是局面弄得很被动。嗯，你成了人家的攻击目标了呀，盘上有那么广阔的天地呢。实际上来说呢，更加明显是广阔的呢应该是上边。是，这时候可以说比较一般一点的想法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在这儿。哦，就是防止这边你先围起来。我觉得这个卦是正常的下法。嗯，同时也是抓住了这个你的单关角的弱点。哦，如果在这儿你要拦住它，这个意义就差多了。那是。如果人家是无有角呢，那就是考虑从这边打进去，或者从上边去削它。嗯，是吧？现在你是单关角，它走在这个刚才那个地方是可以考虑的。对，可是这盘棋啊，这个。我觉得也许是羽根直树啊，三连胜之后的三连败，使得他呢也是第一挺受刺激的。第二呢，我觉得在这个比赛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总结一下，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这盘棋呢，我觉得确实挺体现他这种就是关键时候毫不手软的这种，我觉得他的一个特点吧。他又不手软，又狠狠的什么呢？掏空。对，而且他这手真是可以，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是潜水艇啊，固守实力，潜到别人的这个，嗯，我们认为好像就是很难想的一个地方，嗯，他潜进去了，他竟然是在这个最后的地方，最最后实的地方，直接就进去了。是啊，哎，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啊，说什么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嗯，是不是你最想最？认为最后地方我就偏要给你凿进去。对，一后那么你无非是想吃我，当然想吃了，就是这么下了，那我就长起。哦，现在很明显就这儿跳出来和这儿蹦出来是必得一手的。另外你譬如说你走这个，他当然就搬过。哟，那这个你走这个的话可是大德，你走这个的话他也不会直接搬过让你挖，他先搬这个，一定是先搬再打你，等你接上的时候再度过，再过去。嗯，哇，那这个我觉得这一层棋后势也可以说是后势，嗯，但是我觉得也可以称之为就是
一层皮。嗯，假设你再走这个，他就认为他把这个关子收完了，是不是可以再走这个了？然后我看呢，就退一路就行了。这个，哦，已经那边大便宜了，对不对？这边咱们退一路吧。那边实力占的很多了，我们就稳当一点。我觉得他大概会这么想。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让黑棋渡过去，应该说也是白棋不能忍受的，一种结果。他现在走这个，他就以这招棋啊，这招棋比较新鲜。上下面的这一招棋更新鲜，更新鲜。这好像以前的人啊，总是走在这种地方。哎，如果要是人家把您扣进去呢，就从这儿出来是吗？他扣，哎，以前的人是这么想的，但是呢，所以很多人就这个时候下在这儿。哦，哦，这还要加固啊？加固。那我这个要想阻度，是不是还得这么来一下啊？这么来嘛，他还是可以下的。对。所以这招棋呢，他不跳，而是藏，很有个性。这首长实际上是雨根留给我们的一种啊一种精神上的财富，是哎，留给我们看出他的实力来。这个长很有意思，你可以封住我，我还是跳出去，我最终我是只是想做活，没错。所以这盘棋呢，由于这两首棋可以说是一下子就决定了本局的骨骼，它的具体的这个走向啊，一下就定下来了，是什么呢？这块空已经被掏掉了吗？哎，那么你看，现在逼迫的白棋就得去，哎，狠狠的攻击黑棋，很自然的就跳出来，跳出来，他一看，为了往外连呢，他先尖掉，哎，这个是先手，这个黑棋呢认为你表现很好，因为这种地方，就是假如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时候，这种场合，哦，有手段的，哎，有点在这里的手段，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走在这儿，要是。敢挡住，我冲走，我且不说拐了，你接上我爬进去，这有这变化，我就单断，你已经没招了。是，这边要争子，吃我有断，你直接就吃掉，你接上的话，我当然把你争掉，当然前提了，我争子是一定有利的，我们很多时候讲过这样的论点。那你说你不能，你再不能假定我争子不有利了，争子我不利。我就不来就完了嘛，没错，对不对？等我来的时候，一定是一定是有利的，哎，所以不用讲的。那么所以说，白棋这手棋呢，要从目数上来说，其实损了。哎，这手棋啊，很多业余棋手是想都不想就刺在这儿，总以为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先手便宜。但实际上，咱们可是卖掉了很多的味道。就是把这个二路的点已经卖掉了。对。但是呢，这盘棋可能因为白棋为了更好的联络，它是不得不付出的一个代价。这黑的呢，它下起来很轻松。然后这个棋继续攻，它跳，刺了一手，刺这个。刺这个，他是想什么？他想接上再跳这个是吗？那是当然。哦，这样把黑棋给走得重一点。就是，而且他觉得不刺白不刺，不走白不走。总是便宜的。但是呢，雨根这盘棋跟他真是针锋相对。你想刺，我偏不让你刺。我双一个。等你走这个的时候，我再走这儿。这手棋又有讲究。如果是能行的话呢，其实是很想下在这儿的。如果下在这儿有没有危险啊？如果你退，我再双。哦，那便宜了。如果你搬呢，我搬接牢，我也再双。那总是便宜了，对不对？将来你这个再就飞不过来了。是是。总好的。那他为什么不走这个呀？但是很可能就是怕他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走，我就强行把你给冲断。当然是了，他没有完全看清，现在主要是白棋没有这个争子上的顾虑。对，很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实战确实有点担心，是非常稳健的就单双了一个。对，那这个棋呢，这个头一定要飞过来。这个飞是当然的一手。对，白棋也是当然的，你这步走被黑棋带走的话，那就中要大白。走这个，那么黑棋呢也是往家连回去，自然的连，他没有太受到攻逼，已经很好的回家了。是，所以说呢，这招棋的打入呢，我认为呢还是蛮成功的，起码把他这块空破了。现在我们各位棋友，我们到了第二个问题的地方了。是，那么对于现在的局面来说，华老师，我想呢，白棋先手把这个刺了以后啊，这块空基本上可以说他已经
围住了。嗯嗯。然后呢，现在呢，总是觉得围这块空是白棋的一个重点。嗯。那围在哪儿？嗯。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提的一个问题了。嗯。那么在这个问题图上呢，有这个点，有这个点，有这个点。总是想围大一点吧。嗯。特别想围大一点。围大一点是真想，但是就是说，当人家直接走在这里的时候呢，你等于要硬围。比如我就愣把这个棋给扣住。认为是认为有一定的风险，他假如搬。这个断肯定不成。哎，那你人家打进去。那也就是说我得围在这儿。这样退的话呢，这个子被人家割掉。退这个吧。有点不大合适。那么与其说来这样的话，这招棋还不一定怎么样。那就退缩一路。嗯。我觉得好像退缩一路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分寸。那这个地方您要走这个我就靠住，您走这个我就靠进来。哎。可是呢，刚才我们选的有三点。嗯。这 ,ABC 三点。嗯嗯。那他实战呢，这个。是走的是第一的。走的这个。这道棋作为我来说，我总觉得有疑问，嗯，好像不是太好。这手棋他是不是想正好就是顾一下底下的空啊？因为走在这儿，他觉得是不是这地方还有一点漏着风？这个地方如果还担心的话，那棋我想也不好赢了，也不好下了，嗯，也赢不着了。对，好像给人感觉现在这个心理上占优势的，嗯，不是山下，而是雨根了似的。嗯，现在他走在这儿。你看，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就是你走了这个低的，嗯，他还是进来的，他并没有走到这里去。可能黑棋觉得围到这儿不够。不够，那么就是这里的时候，你也不怕他走这个。对。同样的逻辑，也是不怕走这个的。嗯。所以这道棋啊，肯定从逻辑上来说是有问题的，低位。嗯，对。而且这地方他走的低位，其实白棋更不怕了。那黑棋从底下掏一点，你是不怕的。对对对，而这个地方呢，他给人家留了一个口，等于是，嗯，是吧？现在我们来看到呢，这个雨根果然他就立刻就消在这个地方。这确实是啊，白棋拦不住了已经。嗯。那么他拦不住怎么办呢？一想也没好点走了，干脆，嗯，往人家的空里跳吧。嗯。那么他这么一跳，人家黑棋也往他的空里钻。嗯。这个地方就涉及到这么一个道理了，嗯，就是说，你假设是这样的话，嗯，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木板啊都盛着水呢，是满满的，都有用，都有用啊，嗯，它是水桶，对，对不对？现在你放在这儿，它好像缺了一块，哎，它在这儿被它跳进去了，被它跳进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纯粹的木板。嗯，它不构成木桶了，对，平的了，现在水可以自由在上面流了，它没沉住水呀，是，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心疼的。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想让它成空，想让它变成木桶的一部分，不让它变成纯粹的木板。而且白棋本身是有这种机会成为木桶的，没错，就是能成木桶多重要啊，为什么只做木板呢？对，对不对？这个跳进去，看看，嗯，点，他点这个，嗯，那么黑棋呢就接住。嗯，下一手棋啊，我觉得我对于山下的这个下的棋呢，我不太赞成。我疑问了是吧？疑问态度，嗯，或者是简单的直率的说的话，就是持批判态度。嗯，就是我就觉得这棋无论如何只能走到这儿。就是这个补这个点是肯定要补的，哎，那肯定大家会想到一个是这儿，一个是这儿。嗯，我觉得就这两点的比较是吗？我觉得只能并在这里。并在这儿，如果黑棋要走这个，哎，对白棋没有什么影响。你如果还敢走这个的话，那么他就算像实战一样的下，你就玩完了。待会儿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跟石桥一比，比较，我们就知道他到底为什么是会产生这种区别。大家可以看到，他实战走在这儿，走在这里呢，实际上呢来说呢，脚上是厚一点儿。嗯，人家搭这个的时候啊，好一点，差了一些，多少好一点。对，但是实际上呢，你走这个呢，你也有机会围过来的。是。关键是我一并的话，我觉得黑棋啊是接近于无条件的要走这个，就是他不敢往这儿走，他不能再往下，这应该说是白棋的一个硬头了。哎，如果是这样下的话呢，我想哪怕再围住也大。嗯，而且这个头跳进来了，毕竟对黑棋这块空其实已经是一个倾销了，这个你围起来有点难围，这个空啊不知道围到哪条线是合适的。而且我觉得黑棋可能还要多多少少的要顾忌一点，嗯，人家从那儿钻出去的。嗯。
我想是这个样子。嗯，由于这个两招棋的一下，他现在又尖，他走这个，哎，那人家就不跳了，人家搭下去了，这个靠下去，他呢还挺凶，夹住这个，哎，这个雨根啊下得很冷静，不给你空，没想到，哎，你三下似乎是很厉害，对，他想你要是只能接在这儿，他什么一飞一飞的话，他还是挺好的，挺凶的。没有想到的，他就简单的一走这个，对，那么表面上一冲，不是有点找死吗？是，被他冲掉了。啊，这有一手棋，哎，已经早就跳出来了，对。然后呢？被他一冲，一冲的时候啊，以为好像很简单的就把这俩吃掉了喽，结果没想到被黑棋在这个地方施展了一步手筋，嗯，直接断肯定是最差的了，最没有想法的棋了，人家就把你吃掉就行了。结果人家下的是这儿，哇一手妙手。那么你正常的话就是得打，打这个，嗯，打。然后他是从这儿反打，从这个地方打，多给你吃一个。跟刚才的区别在哪儿呢？你现在提、提，我打吃。转进来，你接上，接上。注意了吗？刚才这个地方如果被这么挡住的话，只有两口气，只有两口气被吃掉。嗯、现在呢是一气、两气、三气，就这一口气。嗯，不得了，要了命了，不得了的关键是，然后呢，人家黑棋还不是直接搬，是这个，又是好棋，把你捆紧了。是要走这个，华老师他是不是会这个？那完全有可能这样接，啊，对你一靠下来，我就再团住，这里呢就多一个断点出来了。嗯，所以呢，他叫你或者搬的时候，他如果想通，嗯，他就算走到这里，不是一样的吗？对吧？但是呢，人家黑棋不给白棋这种选择机会。哎呀，经常你喜欢说的话，其实断了你的念想。断了你的念想。哎，他现在走这个，咱们就直接就在这儿。你也不能走这个呀。嗯，走这个一样，我还是贴出去。是、嗯。然后呢，他现在走这个，再搬住，再走这个，嗯，再走这个。哎，那华老师呢？接下来呀、啊，这个黑棋其实像我们有的时候随手的时候，特想把它马上打掉。嗯，这个打掉是一个劫财，因为现在。已经无所谓了，没必要，是个巨大的劫财、嗯、那么这个棋呢，从大飞以后的战斗来看，现在注意看啊，黑棋的这个铁头，嗯，像一把宝剑的头，像一把穿出去了，像一把长枪的枪头一样杵在你的前面，对不对？差不多就放在我这个地方心口前面了，这个地方不是很难受吗？是，对不对？而且我的形状呢，你看漂漂亮亮的，嗯，你这个白棋非常正，白棋的形状呢已经碎掉了。对，我认为呢，白棋在这个地方的结束战中间又失分了、嗯，已经把棋就下输了。嗯，那等于说第一个结束战是在这儿，嗯，吃亏了。对，第二个呢是在这儿、嗯、又没得着分。嗯，那第三个战役当中，嗯，他是接连失分，这是处处不得分，所以呢，应当来说他已经不是太妙了。是，然后呢，黑棋在这地方冲。断，他这个也是为了防止将来白棋出头吧？他能尽可能的把棋下后。哦。那么这手棋呢，白棋这手打呢，实际上等于已经把它爆吃了。对。因为你再长，他这个断棋啊，这打是先手。但这个黑棋呢，并不是送死，将来你再压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利了。哎，我搬的时候，你再搬我打吃成了先手了。嗯。哦，现在再把这块空围住，这个棋有一点黑棋啊，有一点顺风满帆的感觉，是是，对不对？对，把棋下后了以后再把空围住。哎，棋而且围到几路上？四五六七，围到七路上，你的空被我破了，我的空围在七路上，我的所谓的孤棋其实也并不太孤，现在成后势，对后棋了，已经成了后势的一部分。嗯，所以这个棋呢，黑棋一步一步走向胜利。是。然后白棋就只能这么往里钻，他也没别的下法，走这个，他往前跳，再尝一个，哦，下一步要贴过来，嗯，这个黑棋就打吃他一个，他要补。然后呢，他是虎这个的时候，他还怕人家点了什么，将来有什么挖断了，多少有这个嫌疑哦，所以他想把棋下后，尽量点掉，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太有断了，哎、这个断我打吃先手，我这么捋过来就可以了，哎、他走了这个。这个嘛，按道理来说，黑棋，嗯，这个总是白棋的先手吧。但是黑棋的还不甘心，下的招招下的都紧凑，是还要点你，
只好冲段。冲。嗯。我冲这个。嗯。然后呢？只好断掉，断，你这不断味道很坏，而且它现在它是不粘了。顶到这儿。直接就顶在你这儿。哎，他要求你接上，我走这儿，等于把这个口先封住了。嗯。真是黑骑士越战越勇啊，顶了顶了，放在这里、他暂时的他就不走，他虎进去。哦，那刚才您说的那个白旗的那个危险呢，那些或者担心这时倒也没有了。点接上，这是白点的，看黑旗的下一手，他有机会吃他不要吃，他就要走这个。他是不是想留着这个挤完从这儿吃回来、不是想，就是直接就是命令，就是这样的命令你给我补旗。啊，那等于就是说什么，你当时就接和我这个接交换了，没错，你也别来点什么花的，别来花的，你给我补掉就完了，你少废话。嗯，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白棋一看都没辙，只好走在这里，接上了，让他接上，接上了，一点招都没有。对对对，然后呢，这个黑棋搬到脚上、嗯，那黑棋搬到脚上，他肯定认为这个棋是绝对的先手权利，是吗？这时候棋本来他就是先手。嗯。对不对？嗯。那么我们来看，他走这个，这搬，哎，他走这个，嗯。实际上呢，照正常的话，嗯，嗯，这手棋呢，搬了之后就接上，嗯。那这个如果不走的话，一跳就死了。接上跟立呢，嗯，差就是这么一个单节的棋，嗯。但是这盘棋呢，现在的羽根呢，不是说赢这么一点点，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必要去跟别人去争这么一点点东西，所以你就走这个。其实你走这个的话呢，白棋就做活呗。白棋就算你还拱，我挡住，我就挡住，行不行？如果你要走这个的话，你走这个也没用，我就跳。这个里边什么棋都没有，这个段我就能打的。那我把这个补住。哎，一样。所以说，照道理上来说呢，白棋总是还是在这里便宜点，算你鼓着。鼓着。嗯。那黑棋把这个围住。哎，你再点嘛，对不对？这样的话，你毕竟有一二三四五呀。五目棋。刚才这个样子，你只有四目呀。对对对。而且还有这个地方多跳一个，他总是目数黑棋好一些，总是好的了。嗯、就是普通来说呢，是应该是下成这样的。我想是下成这样，他再断挤掉，把吃接上，接上再搬、嗯。如果走这个，就搬住，就、连搬吧。嗯，我认为呢，这个棋呢是，黑棋优势力然，力然，嗯，就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对，结果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业余棋手呢，我相信很多人一看搬完以后补段嘛，人家就接上了。但职业棋手有的时候往往吧，就是老是追求那一点点的东西，就想的太多了。嗯，但是这个棋呢，徐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这个棋啊，是两天制的棋。哦，日本棋圣赛现在还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特别是日本的这个三大赛，嗯，三大赛的这个番棋，每方八小时。就是两天制的啊、就是要下两天，下两天的这个棋怎么下的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天早上开始下，嗯，对不对？中午休息一下打卦，中午歇不歇我一下子没有搞得特别清楚。得吃饭啊，就是可能吃点饭也是极快的，嗯。然后到第一天的这个时候呢，就到五点钟样子打卦，就是。他们叫打卦，我们中国人叫封盘了，嗯，对不对？就封盘了，暂停了、暂停了。然后呢，从道理上来说呢，这个公证人和棋手呢、是在一起，就不允许你们有什么、所谓的盘外，嗯，自己去商量不可以。实际上呢，也许有中国的棋友要来问我，哎，我通过英特网来互相来传递个消息，我哪怕通过个手机来说一下，呼机手机短信息，短信，你这个右上角有棋啊。那你怎么办？对呀、那我看，所以这个就是两天制的棋的弊病。嗯。然后第一天呢，毕竟是就是这样子了。然后第二天开始，就是从基本上它开始的不太早的，从是什么10点？十点钟什么之类开始下、然后这一天开始一下，就中午饭就不吃了。就一直到结束了。一直下到底。哟，看来这早饭还得多吃点。所以呢，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是这样，这被逆转的这个时候啊，嗯，到第二天的晚上8点钟的时候，被称为是魔的时刻，魔鬼的魔吧？魔鬼的魔，这确实有点像魔鬼折磨人，人要招魔了。嗯，所谓魔的时刻，就是这个稍微优势一点点的这一方，特别容易在这个终点之内
出现问题。八点钟前后被逆转，很多棋谱、很多失招都是在这时候下的。人家有什么黑色星期五，什么黑色这个、黑色那个，这是黑色八点钟。黑色的八点钟，八点钟为什么会黑？就是说，因为它有这个缘故，这个八点钟的时候啊，第一棋局啊，他看见，基本上曙光已经看见了。哎，赢得的一方是看得见曙光了，是败的一方啊，这个时候他已经发现不好了。这个时候他的这个斗志啊，如果是他精神是健全的话，他的斗志最后一搏进入到最最高的状态。反正已经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来拼一下，是这意思吗？徐云，咱咱经常有这句话吧？嗯，怎么说？叫困兽犹斗。是是是。这个时候是最好斗的时候，最会咬人。人家不斗这么一下就等着签字了，赶紧斗一下吧。那是不行的，他必须要在这时候斗你。是。所以这是两千字的棋啊，这巨大的这个特点。嗯。我想现在下到这个状态的时候，绝对是第二天了。黑色八点就要开始了，对不对？到底是谁黑色，咱们说不清了，啊。这个地方下边这个地方啊，就是实际上是本局很意外的地方，形成了本局最大最大的高潮。嗯，当然了，我们的解说也将在这个高潮声中结束，就像我们的这个乐曲一样，乐曲一样都是在高潮声中结束、啊，这英雄交响曲都是在这样的声音下结束的。我们看看他把我们如何引向这个高潮。哎，这棋呢，这个羽根怎么把这个棋局引向最高潮的呢？真是想都想不到，本来大家都觉得挺平静的，哎，就被他这一招，所有人、哎、我估计观战者啊，对，一下心就都提起来了，一下提起来。本来大家认为这个棋好像很简单嘛，就是啊、你好像本来是能优势的嘛，怎么搞的？你这变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其实真是特别不起眼的一步，我觉得。他就一搬了之后啊，也许是为了一种唯美，嗯，就是说我的棋谱是美的，我的棋谱是啊，进不得沙子的。对不对？我这个棋谱是最美的，我的棋谱才是真正的艺术。可是我们经常说呀，这个艺术啊、很难有完美的，总是要遗憾的。不管你是他想什么，他希望这样是吧？他希望什么呢？他要立。嗯。然后他希望你还是走这儿。他觉得你连这个都叫你不敢走，叫你要直接走这个。然后我这个。对。要在这儿，你还得补，要不然我挤进去你就死了。然后这样的话，再补这个，他再走这个。对不对？这个他其实不就想占这么点便宜吗？对了，就是说，然后这招棋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是啊。那么对于白棋来说呢，白棋如果顺着这个棋来下，照着这个对手的指挥来舞步跳舞那黑棋就会越战越勇。哎，以后黑棋跟你下就越战越勇了。这盘棋本身我想只能够构成一种安乐死的局面，对不对？是死挺，对不对？反正救活的这个机会没有。对，但是嗯，我估计这时候就已经是黑色八点钟了。嗯嗯，当他走这个的时候，嗯，人家现在是困兽了。嗯，你把白棋逼到人，逼到这个绝路上，没有办法了。三下进五，愤怒啊！这招棋没有，是愤怒的把这个鼓起来。邝老师，我觉得山下挺有骨气的，人家是宁愿。这个站着死，嗯，不能跪着，嗯，这个其实也生不了。对，不能受尽屈辱啊，对不对？你总得拼搏一把。对。那个问题呢，就在于如果这个羽根直树，你如果再挡住的话，那他不会走这儿活了吧？他这是他不走的，他要在这儿。就是他要瞄着你这个断点，他要憋你这个东西。对，本来大家比较一下，就是刚在这儿，如果人家断，你就捋下来就行了。哎、他是没棋的嘛，现在他呢？由于这么一来，这个两个人互相斗气儿了。那个好，羽根说：“行，我不是给你活，你不要活，是不是？”嗯，我就吃给你看看，我吃你看看，吃给你看。对，其实邝老师，我觉得这也就像您刚才解说的，就是说，嗯，这个呢，它的特点是因为是两天制的，正因为它两天制，它有充分的这个思考时间。嗯。嗯，所以他才敢下这么大的决心。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介绍这盘棋呢，本身的背景啊都告诉大家、嗯、这个是有原因的。是一般来说三小时的棋这种棋下不出来的，什么CCTV 的这么三十秒钟一步的读秒的棋更不可能这样，不可能下成这个样子、嗯、对不对？那肯定挡住了。所以每一盘棋一定要知道它是用时是多少，这很重要。对，
对不对？不能认为起手三十秒跟他这个下两天下出来的质量是一样的，这太搞笑了。那不可能一样。对，行，我们来看抖这个点死你，冲出去。这个也是一条道了。冲出去之后啊，这里已经有挤了，是各种破眼啊。你假如是走在这里，他很可能又把这个纸放在这里，叫你往这破。嗯，一看不好了，还是我们经常讲的说法，就说什么，凡是对方有各种利用的时候，咱们都先断了他的念，断了他的念想，断了这个祸根。祸根在哪？因为他两边都是先手，这就是祸根的根源，根源彻底给你断了。嗯，然后叫你下边也变成半个眼。对，好，进入了最最精彩的最后的场面。不过我觉得呀，从这个从这个局面到这儿，其实大家都可以感觉到了，嗯，就是黑棋已经下定决心，嗯，不杀死白棋是誓不罢休。对，棋圣战要捍卫棋圣的荣誉，是七番棋，我的时间也有，我能算不清吗？彻底给你算清楚，让世人看见我羽根直树的算路。是，他的气概就是这里。然后跳黑棋跳这个，嗯，那白棋如果只会这样走，人家一退是不是就可以了？走在这里他也是这个啊，他也是这个。对，哦，退不行，退被他有一靠。对，他有靠，嗯，所以他要先靠，他先靠，然后棋变得复杂一点、这个、哎，你走这里他贴住、这个、哦，也就是说你走这个的时候、嗯、我走这个，然后你搬我退。注意，他现在这块棋通过这么一退之后，学员你仔细看看、啊、活了吧，就是这块棋啊已经吃不死了啊、哦、没办法吃。是对不对？对，你咱们简单的看一下，你如果冲他就走在这儿就活了，你怎么吃啊？嗯，这一只眼这一只眼，所以如果点这个当然也不行的了，这个都是活的。对，就是说你冲他就走在这里，你如果断在如果是这样，你还有什么招？这个也不行，好像没有什么好招。我觉得你有这个，这个我打吃先手。哎，你打吃先手，局部来说这个扳是最强的。如果提成这样，哎，我走哪个、哎？你大概应该是走这个。你拼命做眼，然后我就得拼命破眼。你的拼命破在哪儿啊？你只有破在这里。那不行，这被一接怎么办？这一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它是活的。嗯。所以这盘棋要注意徐英，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就这块棋它还有断的这个的机会。这个地方挖来挖去的还有一点点机会，这是他的最后的一点点事。得小心。啊，现在这个地方他走成这样了，现在呢他呢白棋虎出去、嗯、他虎出去，这回他就牢，这是必须的，牢牢的扳住。对，往前一冲，一冲嘛他只好立、这个、如果挡住他就断一个，他就走这个打吃，这你肯定不行的，打吃是不要看了，来给大家看一看。哎哎，这不用看啊，一气哎，没气啊，你没气没气、哎、没气，哎，肯定不行的。对对对，这气就算你有点气，人家走在这里你也已经头晕脑胀了。是啊，他可以打吃完，打吃完了一弯就可以了。哎，对、哎哎、什么招都行，怎么都可以、哎、怎么招都可以。嗯，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是，这个就不叫棋圣战了啊。所以他立下来、哎、他立下，我天哪，这个棋要真是被白棋活了的话，这黑棋可怎么办？再一贴的话，贴下来的话，这么吃棋并住一起吃这个，哎，这棋真是精彩。他并住的话呢，他二路一扳，对，然后他一走这个，一退他又接牢，反正你哪个地方你也弄不了对吧，然后他走这个扳断。我还在想他这棋大概是会加过去，结果发现他是直接断掉的、嗯、哎，加不行，加也容易出毛病，这个地方人家有各种利用，哎，有各种利用的时候是有问题的。嗯，他一定要断，断了之后这个地方的算路真是够准确的。然后白棋接上的时候啊，注意啊、哦、黑棋这儿先长了一个，哎，黄老师这先长一个，嗯，和他的叫他没变化对手棋交换，因为他本来搬也搬不过去，他是走走后，是他再一搬，你只有接牢。哎，接下来又该考大家了，这个气该如何收？实际上说句白话，我们把它简化一点，嗯、就是说这个场合啊，嗯，一路他的力是先手，绝对的先手，你得把他这个算进去，考虑进去。如果补成这样的话，力先手的情况下，人家还是接的，
你应该怎么杀它，你怎么把它吃掉。这个棋你如果直接粘，这是麻烦的，是对吧？不是，他不是说利先生，他就挤的这个你没得度过也是不行的。所以他呢先走这个，走完再拖。这个是一个绝妙的收官的一步棋。不是啊，这个是收气的一步棋。嗯，他再走这个。这个不能让这个白棋扑着。三下进五啊，发现了这个已经不行了。但是问题你来不及，当他拖的时候你如果把他扑。哦，那我从后边吃了。他就从这儿吃，你也是不行的。这个拖真是妙手。他走在这儿你借牢。好，我们来看最后的结局。就变成这个里边呢到底活还是不活，我们走一走。看他怎么杀。走这个。冲。挡住。然后。点。点这个。通通借牢。借牢。然后还得杀呀。只有走这个。还得借牢。借牢。再立下去。立这个。他在一间。里边变成了。哎，这个好像也不是双活啊。他立下去。立下去。立下去我得接上。场景。那如果白棋要是走这个的话，里边是刀把五。你是后手刀把五，你还没走成刀把五呢。我扑是景气的要点。如果走成这样，黑棋一扑，白棋气是不够的。气正好差一气。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把每一步都摆得特别细。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在底下摆一摆。如果完全把它摆掉的话，这个棋呢是正好整差一气，一气都不多，就比你快一口气。最关键的是这个提起来没法提。对。这个你走起来注意啊，我们大眼收气的时候叫做三三三，就是去三呢是三口气，是四五就是方四是五口气，五八刀把五是八口气，刀把五是八口气。现在注意是刀把五梅花五都是，现在注意是什么呢？你还没有做成刀把五呢，你得意味着还得往里撞一个，撞一个它提掉，你从点开始是八气，那么换句话说这里边是九气，再加上外面的，它是十气十一气，对，就这还要有，哎，这地方你都得走，对，就是你要都要景气的，所以这个气呢你干不够，我们就不细摆了。最终呢，他把这个气要延气，哎，他想这个延气，那个弄一下那个什么，这个得赶紧说活了，要不然气真的不够了，哎，这个气就真不够了，是，哎，这回白棋呢把这个断开，他再断一下，黑棋打吃。断一下之后就是刚才有这个断勋啊，对对对，所以他现在黑棋把这个打这里有这个袜，这里景气你要不活的，他这次其实补活，对，白棋一走这个，他这个一看已经没有关系了，然后黑棋走这个，白棋往前走，他提掉提，再一冲冲，这一退终于认输了。这里边你再走我接上，你再走我接上，正好呢差一口气。虽然短短的155手，但是里边包含了多少的算路，是是，这大家就可以看到两天制的日本的棋也还是很有味道的，而且羽根直树应该说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棋圣获得者，捍卫了这个棋圣的荣誉，是我们也对他表示祝贺，谢谢大家的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解说，好，谢谢。